大家好，我们的小鲜肉酒吧开业了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小店来做客。没错，欢迎光临小鲜肉酒吧。小鲜肉酒吧是您温馨浪漫的家哦。把门看好了，一会儿来人呢，叫唤。我不是说叫唤，我是说叫我。好的，哥，慢走，哥，哥走好了，您呗。哎呀。对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小鲜肉酒吧，但愿这一次能成功。欢迎光临。哎呦，吓我一跳呢。姐又来了。照顾你生意嘛，我在这等个人啊。好，哎，您坐啊。哎，忙去吧。好嘞。哎呀，迟到了这是。哎呦。小鲜肉，小肥牛。反了！哦，反了这边啊。那个，哎呀，二位一起请，哎，来来来，坐坐，客气，挺有意思的啊，来拿着，谢哥，你是我见过最帅的哥，帮哥擦擦车，好的哥。别揪了，再揪就秃了。那你不想说点啥呀？说啥呀？那我可说了。你说，我听着。请问你有31厅的房子吗？没有。2室1厅呢？没有。1室1厅呢？也没有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。那我有别墅，还用31厅的房子吗？哎呦，别墅还要什么31厅啊？就是啊，矫情。哎呀，但是我创业的时候把我别墅抵押出去了，现在是1分钱都没了。没关系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吧。经过我不懈的努力，我又开了一个大公司。我就知道你行。真矫情。哎呀，但是公司经营不好倒闭了。你可真是个命运多舛的人呢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吧。我继承了我爸一大笔遗产，10亿呢。啊，大哥呀，你以后能不能一起说了？我这小心脏受不了啊。你这是哭还是笑啊？两掺儿。啊，咱爸真给你留了10亿呢。不是咱爸，是我爸。矫情。哥啊，您这车太霸气了，听见没有？就是传动轴有点问题。啥问题啊？链子折了。啥车呀？28大踹。自行车呗。你给我站住，你给我站住，骗子。哎，骗我。大姐别生气啊。你说他是个骗子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你看
您到我们酒吧相亲也得有20多次了吧？怎么一次也没成呢？命运多舛呗。姐，俩人处对象别老看钱，主要看人儿。人儿？嗯，看我咋样？我还是找那二八大踹去吧。等我一会儿，你站住！你妈还不如我呢，你肿吗？这是。